你看这个就古老的西街了，你拍一下，你拍一下这个这个，让我们去加，逛完了。这个不更漂亮吗？这都拍掉了。
这个地方还是。你再不下来，语音就行了。来来来来，你叫我干嘛嘞？杨硕，等等我，你好，你咋？
管比较重要。他叫我，他叫我泡，我跟他说我不喝。
面包，我们家里面可能平时买的面包买一下，初二拜一下就可以了啊。但是很多人说。